阿纪，你怎么会在此？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所有人都变成了琉璃一般的东西，然后他们都消失了。可我到的时候，我家乡、我父母都在。按阿纪所说，若非你言不归情，凭你李白的身手。 也不至于此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宿醉痴呆，流连长安分舍。世事人情，不过尘世繁荣，你眷恋于此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太极宫在上，走前一步便是死罪。我是为长安的安危考虑，你也是嫌犯之一。 岁月成局难，已牵涉长安，你无权过问。如果我就要问呢？今日你进了大理寺，怕是再也出不去了。快点开这里！ 朕会引爆此阵，以免再生事故，生灵涂炭。千枯城遗落书卷中有载。 有一种秘术，曼陀罗镜。等等，金庭秘术，有画无？那是吸入妖人秘术遗留的烟尘，并非真实。长安。 长安大乱，以你我之力无可阻挡。我的家乡岁月城在哪？李某不能确定。你毁灭各地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无权过问。把他们还来。 雨打灯南面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非天上去，定做月边星。